泡面啊，就直接泡面炒一炒饭就煮泡面而已啊。问题是还有泡面吗？有啊，当然是有啊。爸爸要富裕。爸爸好了，快点！
在帮搞自由嘞，是吧？你有时间帮搞自由吗？好，帮你加点水，加点红杯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好，好你那个菜倒起来之后，锅子给我，我倒这个饭倒进去，那他们才不会那个。我只有咖啡。还是在那边弄一下。哪里？新的。对啊，新的。有，你要有吗？这边。不要不要，我把它倒出来。你的油，你的油，那个油吗？你要倒出来吗？等一下留着炒泡面。一样有的。不行，吃啊。不会。一样。我开过啊。阿弟阿弟，炒饭也我用锅子，我炒饭。可以用，太厉害了。我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你再聊一下。好贵啊。那边对，也是软的，有点软的了，有点 Microsoft。好了，等一下来接这个啦。这还是下一个脚料，好钱。给百丽拿，可以吗？这两位香煎汉堡卤味啊。哎呀，都好了去了。哎，三几名，叫几名出彩啊？可以一边吃一边出彩，跟全跟他们讲一下啦。那我们的碗在那边哦。好，同学。哥，你的碗是那个保温的那个啊？要不要再换了哈？都给你拿一下。那个是飞哥的，那那个剪刀要剪吗？啊，你们我们是碗。我们家没有飞碗，不然吃什么？鱼虾。哎，鱼虾。哎呀，不是鱼虾，阿弟，我们胡椒不？阿德嘞。胡椒哦。啊，胡椒没吧？阿伯。没吧？没，跟你边啊。好，阿弟，我等。你讲讲啊，多少？哎，这个汤线，你在干嘛？沙拉啦，沙拉的，沙拉的。没关系啊，不然他这边试试，我再装就好了，没关系，不要浪费。爸爸拿筷子，爸爸开锅，拿筷子。来，白姐，来了来了，赶快来吃饭了啦！白姐，要完之后，白姐。要不要吃菜呀？先炸肉丸子、玉米、蟹、玉米猪肉、蟹。哎呀！哇！大家是不？他走路会抓嘞，他叫我来抓。他蛋液嘞，蛋液来。先上来，我稍微量一下不？好，公筷公筷公筷，来，我夹一点回去，那我帮你捡回来。你是不来来哦，来，夹饭啊，夹饭啊。我来引导嘴，对对。夹一点回去。好，来夹，先来。